开那个吸附的管网，你就可以知道你很多事情已经是错了，不但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如果我当上了局长，我马上开通这个还是没有开通，他有微信呢、啊、没有微信被人家封下台了，所以这一块被人家看不起，因为这一段经常说谎了，欺负欺负你们真心谁受的钱，不要浪费自己的会议。Thank you.